在嘞福建宫已经是第十一年来举办赢队，这次第二十一届的太平盛中赢，主题是文化历史，由云林科技大学和湖北科技大学等六十名的大学生志愿参加，设计将活泼佮趣味的课程佮活动，也吸引235名小朋友前来参加。苗峰表示，希望透过安尼充实的活动，会当让小朋友伫咧寒假当中来留下难忘的快乐回忆。小朋友每一个拢充满活力佮笑容，因全部拢是来参加西丽镇复兴宫所举办的冬令营。即届已经是第二十一届举办，拢总吸引235位小朋友来参加。在团化林西丽复兴宫西丽妈祖太平妈。已经连续21届举办了这个营队，啊，咱妈祖宫诶秉持的是讲，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的精神，让这些小朋友在这个期间呢，这个放假期间呢，学到一些文化，还有一些传承。三天两暝野队课程，全部拢是由云林的大学生来设计，因拢是主动自发来参加。希望透过设计课程，带小朋友学习到文化和历史。我们这次有虎科的学生跟云科的学生来一起合办我们这个活动，大概有总共大概有接近60人。从6月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筹备了，所以我们都是自主性的来参加，就是因为大家都蛮喜欢小朋友，所以就是来这边参加这个活动。西丽复兴宫举办野队已经是第十一年了，每一年都会在寒天跟热天分别举办一届。每一届拢有无同的课程设计，活动趣味阁丰富，有真侪小朋友拢会过来参加。我参加了3次以上，然后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，有很多东西可以做，然后还有很多好玩的游戏。谢谢他们安排这么好的课程，我下次还是还会再来。今天来这边参加复兴宫的冬令营，做 DIY 或者是跟我们玩一些小游戏那类的，跟大哥哥大姐姐一起玩觉得很开心。苗峰也表示，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会让小朋友体验伫个庙内生活的感觉，学习到更加侪文化佮历史，在绣歌当中会得到难忘的快乐回忆。记者潘祖基采访报道。